大家好，我是韩雪。我是演员包贝尔，导演初学者。我是吴建宇。我叫蔡康永。我是回来做导演。我叫宁媛媛。我是毕志飞。王文野。曾正。钱宁煌。王阳。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是为了拍出一个作品。做导演不是一次过就能成功了。我觉得导演是一个讲故事的人。我是想要考验我自己，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在做导演。我是一名新人导演，刚刚本科毕业，想让大家看看我有没有进步，想用另一种方式来记录自己。希望做的是一个为更多人拍的电影。会做导演这件事情的人都是很努力的人。电影对我来讲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可能我太孤独了吧，所以我就拍电影。我想把我的片子完整的展现出来，可以说是有一个电影这方面的梦想吧。我没有想过我想成为什么样的导演，我就是让自己野蛮生长。大家好，我是韩雪。我是演员包贝尔，导演初学者。我是吴建宇。我叫蔡康永。我是回来做导演。我叫宁媛媛。我是毕志飞。王文野。曾正。钱宁煌。王阳。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是为了拍出一个作品。做导演不是一次过就能成功了。我觉得导演是一个讲故事的人。我是想要考验我自己，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在做导演。我是一名新人导演，刚刚本科毕业，想让大家看看我有没有进步，想用另一种方式来记录自己，希望做的是一个为更多人拍的电影。会做导演这件事情的人都是很努力的人。电影对我来讲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可能我太孤独了吧，所以我就拍电影。我想把我的片子完整的展现出来，可以说是有一个电影这方面的梦想吧。我没有想过我想成为什么样的导演，我就是让自己野蛮生长。